红红差点小命不保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朋友就是买东西大包小包要赶快过马路，突然被一个年轻人啪，人生跑马灯，我一样要搭地铁，然后车来了就是一个踉跄的，然后就是行李卡到那个缝里，然后我脚也没有踩稳，所以我脚进那个缝。今天内容请看女人我最大。